小心点啊！哥，咱们俩来了。你们咋了？哎，我们不来，你吃啥呀？啊，这马上就要打仗了，小日本的说话。咱俩到那边去吧。哎，你们这时候过来，太危险了，知道吗？你还知道危险啊？这不，怕你饿着啊？对啊，咱们不来，你吃啥呀？不是，嗯，哎，给，这意思不跟我生气了？你那么倔，谁拗得过你呀？ 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开枪！打！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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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
我打死人了！你咋了？吵着了！我还要打死人了！起来，你给我起来！这小日本子，他们也是肉长的，他爱枪子，穿也别过，把枪支好，记住，你不打死他们，他们就会打死你。 为啥不打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还纳闷呢。张连长，报告张连长，丁司令命令我们所有人到县城集结。啥意思啊？你还不知道啊？说是上头都归顺满洲国了，叫我们做满洲国的顺民，你呀就等着升官吧。大伙儿都听见了，各位保重。 妈了个巴子的，刚才还打得死去活来的，哦，这一转眼就成顺民了，这不是投降做汉奸吗？真他妈够窝囊！这世道变得太快了，走吧，咱们去看看。兄弟们，把脸洗干净，咱们看看去。 这个，计划通りに実施するんだ。放些枪的兄弟们，太君说了，想参加满洲国军的呢，咱们站到这一面；啊，想参加警察署的呢，站到这一面；不想参加的呢。 回家，但是呢，咱们回去了，可得做个满洲国的顺民呢。这谁要是敢跟皇军作对，被皇军发现了，哼，那就严惩不贷了。咱们啥也不当，回林镇去。李把头，我有一个老娘，哪儿去不了，我就留下了。人各有志。 咱们也算是共国事儿，以后难免再碰上。
碰上了，枪口抬高点。